美国联准会最近表示，接近零的基准利率可能持续五年或是更久时间，而这也是因应了当前复杂多样、多变全球经济环境所采取的货币新策略。根据彭博资讯的报道，这项公布的新举措，货币决策者可能对通膨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，甚至欢迎适度并且暂时升育百分之二的目标，以弥补以往的不足。 Fed 主席鲍尔二十七号在 Jackson 后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说，对 Fed 的政策以及措施提出最新的检讨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今年全球央行年会改在线上举行。白宫前首席经济学家、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福曼表示：“假如未来五年利率仍为零，我也不会惊讶。” 对于某些投资人来说，这将是一个好消息。尽管美国经济尚未回升，但是美股标普五百指数仍处于历史的高点，主要归功于 Fed 的超宽松货币政策。在 Fed 六月的会议上，十七名决策官员一致预测，今明两年联邦资金利率仍然维持在零附近。此外，有十五名决策官员认为，二零二二年仍将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准。 Fed 决策官员将在下月会议上提供最新的季度预测，包括首次对2023年的预测。鲍尔在六月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：“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要升息。”欧洲美元期货的交易行情显示，在2023年初以前，Fed 都不会升息，到2023年年底才会调升完整一码。 随着逐渐出现的避险需求，压住2023以及2024年的 Fed 利率路径将比目前交易行情所显示的更加陡峭。有些认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刺激通膨。在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期间，Fed 的基准利率有长达七年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准，直到2015年12月才升息。中铁中旺整理报道。